当然，出去玩回来总是要还的，还工作的债。先来公司啊，我们 Realty One Group 就在大楼里边去拿几张三月份的支票过来补充一下子弹。然后我们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最新要上市的701 Bayside 的一个1088万的 listing。Hello, Amy. I have a check. Oh, you know I'm here. 哎呦，他已经给我准备好了。Oh my god, love you. 看一下我们公司今天好像这装修又加了一面墙，什么情况 ？All right. 一个人没有吗？这么安静吗 ？OK. 好吧，老板也不在，大老板的办公室你看也不在。当当，我们到啦。701 Bayside 我们最新的 listing 啊，这间 listing 呢在Newport Beach， 然后呢非常的方便，两分钟就到 Pavilion 超市，五分钟到 Fashion Island， 然后我们现在在里边做一下装修。你我妈妈买了一堆花花草草过来。我跟你说，对啊，可以啊，土弄一下，然后扭扭呢，小的扭扭。哦，买一点，可以点。那这里呢，你不放土不是很难看吗？嗯。这个土都要撒一点，就是这个土呢，就是不用这种土。就是那个我知道那个木屑，木屑，对对对，好，知道了，我会再买一点。我们现在里边在大改造，要把这套海景房弄得漂亮一点，刷油漆，来看看，最美的就在这个位置啦。看看我们是有自己的码头啊，这是我们屋主自己的船。是可以开走的，我这两天得去学一下怎么开船，我这两天会去学一下啊，就是希望能够达到什么效果呢，就过来看房的人我可以带你去溜达一圈，牛吧，就是最后真的要下单的人我就带你去溜达一圈，我要自己学不会了我就请一个会开船的人过来带你呢在这个 Harbor 这个港口呢溜达一圈。那是带船吗？价格出到位了就可以包船，1088，只要出到位了就可以啊。OK， 我们这里会铺上新的地毯啊，先把这个老电视机这些先拆下来，把墙都刷一下。嗯，都在天花板啊什么，我们都在进行一轮刷漆。OK。天花板感觉刷的差不多了，嗯，不错。这是主卧，早上起来就可以看到这样的美景。然后我们今天台面师傅也在那里，正在帮我开工。噔噔 ，perfect。啊，这就是你住在 Bayside 的意义。他们自己回家就是这样子。好惬意，好像是个电动船，我看这个大姐也没有很认真的在操作，难度似乎不大的感觉。All right， 这边把旧台面给拆掉，我们要换一个全新的。看一下我们这间，左右邻居那间比较猛啊，有一艘大船，然后这边过去也有几艘大的。下周上市。当然我们从这套房子出来啊，它沿路的这个风景可以给大家拍一下，因为整体在 Newport Beach 的这种生活的感觉是很重要的，你就喜欢这种小镇生活。你看从还不到一分钟我们就到了第一个这个餐厅啊，然后广场像这个 Pavilion 的超市啊就在这边啊，就是买东西都很方便。然后这上面就是当时上周我们拍的那些4000多万的房子，就在这上面，就是4000多万的房子。然后不到五分钟啊，我们其实就到了这个 Fashion Island。 那 Fashion Island 其实是 Newport 这边很著名的一个商场，时尚岛，就相当于对亚湾人民来说就是光谱中心这种概念。那么在新港这一块就大家都是来这里玩，然后它有自己的这个Whole Food Market 的这个广场，就买一些 organic 的食物，然后电影院，
所有的这个 Blooming Dale Neiman Marcus 这种逛街的全部在这边都有，所以离我们这个 listing 这个房子过来就真的就3到5分钟，红绿灯多停几个就5分钟，一路绿灯就3分钟，非常的方便。嗯，今天我们在带客人来 Newport Coast 看房，这一间在新港的只有700多万，然后可以全款付，一个非常漂亮的红红的壁种，哎，怎么出不去了？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院子，啊，院子也很好，它占地有1万多，它包括前院啊什么都很大。然后这里它主要建了这个一个 pool house， 这个。整个房子是属于比较大气的这种横向的这种，然后再到里头再看一下。啊，进门这里是玄关的，然后这里还有一个会客厅，这里还有它的这个正餐厅，然后这边到它中庭的区域，中庭也很大，它是个边户。工作结束，我们来看一下大超哥。哒啦！直播间赛大跑啦！正在研究。OK， 哇塞，多机位吗？就是，也他妈多机位，就是要比好几个平台。有没有我的一个小板凳可以在这个附近？这个事情就不麻烦你。加油！OK， 超哥在给我们演示，现在是有美颜的状态，对，好美啊，变成鬼，为什么皮肤会这样子粗糙？哦 ，Anyway， 没事的，奔四的大哥你可以加油。晚上他开工了，他这 set up 好了，总算利用起来了。我们而且他还打算，可能在户外也有的时候会开播。所以他把2个椅子放上来了，看一下我们家的夜景。OK， 晚安了。